战，那么是要打一点的，我们来看一下一点的这个配合。我这对象还是非常快的一个。三打三的一个局面，这边大陆的步枪是换色的 G3A3， 现在的话都是在卡点的，然后这边步枪是卡着一通的位置，然后 X， 但是在看一大道。都不敢轻举妄动，杨卓也是架在了这个看中路，同时也可能看到二点外围的一个位置。那么看到这边翔翔是直接抓到了这个步枪 X3， 然后有点太活跃了。这边是二，又现在是二打二。凯西的话跟 Paris 看看谁先抓到谁啊？哇，这个马上就要遇见了！哇，凯西这边，哇，这边太漂亮了！一打二。Operation success. Return to main base. Your efforts are commended. 杀了四只，非常非常不错。剑亨没有太没有直接拉出去哦，这边剑亨是在拿 UAV 再看看观察一下位置，那么这边梁左是直接从中路压直接压对面家里啊，但是家里的包也没有拿，然后呢现在剑亨是卡在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位置。哇，这边是想想也是卡在中路看的，哇，这边二点狙击被抽掉了，哇，这边有伤势打到了自己一下，哇，这边是一点直接是要 run， 凯西看看有没有机会先拉到一只呢，哇，后面是两只直接是压过来。Nice， 这边大陆队是先拿两分，好，那么这一把的话他们是换二点打啊，那么这下好像是没有想到的，但是梁左有听到声音，那就是报警了，现在是 T 又反过来回防，坏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是直接进点内了。那么现在是，哇，现在是直接被打掉。那么后面家里来了，我们看一下，哇，家里来了两次，啊，这个被打掉了，啊，这边是躲在一个角落没有被发现。那么凯西现在是在二点，哇，又是 Paris 瞬间抽掉了凯西。那么这边中国队是先打三分。哇，那边剑锋直接，哇，这边一路压过来。Enemy troops eliminated。哇，这一把才三十秒不到就结束了。这是最后一个。啊，中国队刚刚是想扔烟雾，但是呢，怨恨的话呢，他是直接 rush， 然后也没有丢手雷，就刚好抓到这个 timing。这边是被闪到的 UAV， 哇，这个位置战斗，那但是剑亨是被打掉的。位置就比较尴尬。这个是又被
稍稍的川岛一下，这边就是又是三打四的一个局面，而且狙击的话是被两佐打掉了。狙击到这，啊，这大陆队的话现在是有一只残血了。哇，这边是凯西拉到一只。哇，凯西这又打掉一只，这凯西这狙击不讲理啊！不假思索，稍微往前面压一下。哦，这边翔翔被打掉，那这 X 弹现在是幺幺过来被包夹了，两佐从家里来出来，然后这边。这边两佐还是打掉。Operation success. Return to main base. Your efforts are commended.这边马上就追上来了啊，3-2现在是。哇，那么剑亨又是直接自己一个人，哇，这边哎，这边没，有被看到啊。啊，这边剑亨是也是被补掉。中路之下有这个，没想到还有一只啊！那么这下的话呢，又是3-2的一个局面，凯西和翔宇，是有被看到，翔宇也是被打伤了。哇，这边凯西又抽掉两只了吗？哇，哦，抽掉一只。哇，这边。凯西现在是有点活跃的哦，哇，凯西打掉，还有机会吗？但是这边小 Paris 也是一杀二，刚又调整了一下比分板，现在又是2-2的局面了。凯西被打掉，哇！但是他不知道两佐的位置，两佐这样。Enemy troops eliminated. 凯西。Operation success. Return to main base. Your efforts are commended. 这边是又被扫打残了，两佐现在是直接压到中路到这个防守的家里的位置，哇，这两佐又他摸回来，而且一点的话是三只在进行，哇，这边 X 弹拉出来的，这不是手被架住的。哇，这边是一拉出来直接被凯西架住，但是Charge set. 哇，咱们凯西又打掉一只，还有机会再打掉一只吗？Friendly troops eliminated. Operation success. Return to main base. Your efforts are commended.这边是完全没有被猜到哦，这边是也是二点被 rush 了一波，直接是这边往前里 rush。那么五只已经就位，那么现在是回防的话呢，有一点点的困难了、啊。分布的还是翔翔是直接看家里，然后凯西是在加这个，哇，又被架到了，凯西又打掉两只，那太扯了吧。
Enemy troops eliminated. Operation success. Return to main base. Your efforts are commended.压了哦，这边就是4打1。 Charge set。 这个 Paris 有点困难，哎，好像看到了。Eliminated. ，6-4了，最后一把，哇，看来这边又是要 rush 2点，嗯 ，Paris 的话，那么这边是应该是率，哇，这边好快的反应。 哇，这边再打掉一只 ，Paris 这个，哇，这边可惜又被已经被架住了，啊，这边也是，反应快，直接包围上来，啊，这边没办法了，是多个。 多个雷啊 ！Charge defused. Operation success. Return to main base. Your efforts are commended. 这边是完全被吸引住了，可以看到这个76是完全把注意力吸引到了2点，中国队还以为这是要再打1点，啊，中国队还以为是全都是在2点集结，但是一个都没有。Charge set。。好扯，这完全没有想到，哇，这边两组，哇，Enemy troops eliminated， 哇，这战术真的是太 ，Operation success，return to main base，your efforts are commended，这个太强了。